奥特曼系列玩具之超变奥特曼，欧布奥特曼，欧布原生，可以变身的奥特曼。打开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奥特曼是怎么变身的。腿往上推，腰也可以往上推，两只胳膊看一看，瞬间就可以变身哦。当然了，还有一键变身，速度比这个还要快。一键变身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按键按钮呢，我们来把按钮按一下，要仔细看哦。变身，看一看，欧布奥特曼瞬间胳膊、腿和身体全部都拉长了很多。可以一键变身，也可以一键发光，看一看他的眼睛。同样也是这个按钮，按一下，他的眼睛就会发光。超变奥